看看新闻网。的确，人生有很多阶段，每个阶段都有考试。于六月五日剖腹产下龙子的杨千嬅，九日与爱儿涛瑞斯秘密出院。荣升父亲的丁子高一脸笑意的现身，透露杨千嬅母子近况，坦言杨千嬅因为母乳喂养而不少受累，剖腹产的伤口也尚未原复，儿子则长得越来越像自己。不过有了儿子，丁子高仍将太太放在首位。而一直自称工作狂的杨千嬅，在怀孕时就小动作不断，如今已经生产，复工也是指日可待。